大家好，看安吉了，拿着我丈母娘的这个纱巾儿啊，在这外面。刚才外面下雨了，现在还在下，现在刚四点多钟，然后天气看着就马上就黑了。刚才我们正在这屋里面，然后我二舅哥拍我们一下门呢，说下雨了，跑摩托车不跑了，三个轮的摩托车在那里修，现在跑两个轮的，明天修好了再跑三个轮的。下雨下大了，把你姥姥的纱巾拿过来啊，拿过来。拿过来，拿到屋里面来。刚才安吉拉看着外面下雨了，就拿着我丈母娘的纱巾往头上一盖，然后就往外跑。下的这个小冰雹啊，看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冰雹，看，啊这里，哎呀，下的好大呀。原本说出去，幸亏没有出去啊。原本说出去玩呢，看这吓的。那个安吉拉刚才又想拿着我丈母娘的这个小纱巾儿，然后戴到头上面，又想出去。然后我跟安吉拉说：“我说你不要出去，外面下雨了。”然后我就切个哈密瓜把安吉拉哄住了，安吉拉没有出去。安吉拉坐在这家里面吃哈密瓜呢。啊，掉地上了，不吃了。对，好，给爸爸。啊啊，那个也给爸爸。啊，外面下的是冰雹啊，小冰雹。还有没有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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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吉拉又想出去了。拿爸爸鞋干嘛？哎，让我穿鞋呢。那个给爸爸拿过来，还有一个呢。啊啊，好了啊，你看安吉拉走，去哪里去哪里？走去哪里啊？哎，不要去，外面下雨了。安吉拉还非要拉着我，现在刚四点多，看，再看看外面，还在下，不去，不去，不去，下雨了。我老婆煮的土豆，要做这个土豆泥儿，安吉拉在这抓这个土豆抓着吃呢，他那个土豆被安吉拉抠掉。很大一块了，啊，抠的，烤的手上黏黏的，拜拜，拜拜，还在抠，就抠那一个土豆，拜拜，现在外面不下了啊，已经停了，外面的天也已经开始亮了。安吉拉的手，巴基斯坦的主要这个菜，土豆、西红柿这之类的。怎么了？还要刮一下。爸爸。干的。妈妈拿过来。看，我老婆问他爸爸好，妈妈好，
安妮拉说爸爸。哎，那妈妈也说她爸爸也说她。嗯。又开始问了。妈妈也说她。很安静了，把话题岔开了。安吉拉，爸爸好，妈妈好。爸爸。爸爸，呵呵爸爸，你看我老婆的眼神。妈妈那个的。不会被你们动的。我老婆还说他呢。以后不给他去奶粉喝了。谁干的？嗯，安吉拉吃土豆呢。等一下，看一下我老婆做这个土豆泥怎么做的。哎呀，你看安吉拉的手。吃吧，吃吧。反正土豆已经煮熟了。这土豆可是无污染产品，非常绿色，环保。给安吉拉拿个盘子，让安吉拉自己吃。嗯。你这边好了，吃吧，吃吧，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到这边来。哎呀，一下子拿完了，太热了。哪敢哪吃呢？我老婆说你走开呀。No， 没有。有 yes。 啊？有。哪里？啊，没事，等一下擦了就行了。先搞正土豆泥，再搞正土豆饼，等一下在油锅里面炸一下。看，我二舅嫂子的母亲，他嫂子，他们来我们家是告诉我们等。过几天让我们去参加婚礼，他儿子还有一个儿子要结婚，不光只有我二舅哥他那一层关系啊，其实他还是我老婆的嫂子，堂嫂，我老丈人，因为兄弟十个啊，我老婆有九个大爷，他们家人非常多，再加上他们这边没有这个计划生育啊，每家每户四五个孩子，五六个孩子，特别正常。来，四个人，这里还有一个呢，一岁半了。这个是他儿子。嗯。安吉拉给他饼干呢。安吉拉的饼干全部给他了。刚刚我问他，我说你儿子多大了，他说一岁五个多月。又怀孕了，一岁多，他也是剖腹产。他们这边生孩子特别正常啊。看我老婆做的这个饼，土豆饼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录制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是阿阳。